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次咧，我喺耶加达嘅美加巡回报道会咧，美国最后一站咧已经啱啱完成咗啦。咁今次其实呢个旅程咧有两个目的咧，就系传福音啦，同埋咧希望与当地一啲嘅信徒嘅音乐人咧有啲嘅交流嘅。咁我身边咧就系今次我哋乐队嘅主音歌手啦，同埋咧就系吉他手阿 Wing 啊 ，Wing 你好。Hello， 阿 Wing， 我想问下啦，即系经过与三日同阿达哥嘅相处咧，你有咩感受？是很開心，很開心啦！即係好難得，自己都想不到有咁嘅機會可以跟一個即係真正嘅 professional 一個嘅音樂人去，即係喺台上面一起侍奉啦，去侍奉我哋嘅神啦。嗯，咁我知道咧，其實喺佢嘅身上咧，你都學到啲嘢喎。究竟學到啲乜嘢？哇！喺佢身上學到，即係佢係一個好謙卑嘅人啦，亦都係喺即係有機會同佢傾到呢個音樂嘅創作嘅方面，佢都俾咗好多啟示我咯，即係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咯，因為自己都以前有啲即係試過玩下創作啊，即係作下啲歌咁樣，咁佢真係都俾我繼續一個鼓勵啦，因為其實我即係都好耐都冇繼續創作，因為真係太忙碌嘅時候咧，都擺埋咗一邊。咁佢都即係好好嘅鼓勵，好謙卑嘅，即係叫我即係唔好熄咗團火，唔好嘥咗即係神俾我哋一個恩賜去即係繼續嘅去為佢去侍奉啦。咁我知道其實今次預備過程好短啊，三個星期要排18首歌。咁當中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有咩困難咧？時間嘅預備啦，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即係唔係真係話好識點樣去夾 band 啦，即係其實都係玩下咁啦。咁同埋我哋自己即係我自己又有家庭啦，咁個個都要翻工啊，翻學，咁係時間緊迫，咁就亦都係知道要玩一啲達明一派嘅歌嘅時候咧，哇！那個心情是很興奮，亦都但係壓力都在度，因為真係唔係咁容易咯。好，但你玩到喎，咁好辛苦咗咁耐啦，一句説話值唔值得？值得。好，大家繼續努力，我永繼續努力。Amen， Amen。